大学研究生，毕业要去给别人做衣服，说出去有些丢人。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从小就喜欢服装设计。当爱好行，当职业不行。工作早就给你安排好了，机票也买好了，明天就去报道去。妈，我不去。我叫你不去，不去，我就不去，给你死。妈，又再给我砸了。你砸完试试，我看你给我砸完。好你个狗东西啊！天天研究生就欺负，叫你研究生。你爷俩不是平时跟守命似的守着他吗？啊，今儿就要剪了他！别剪，妈！别剪，是爸，我剪了，我砸了。你砸他试试，有本事把家都拆了。一鸣儿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哎呀，一鸣，儿子，让妈看看，让妈看看，哎呀，你疯了你！这块布是太爷爷留下的。太爷爷给爷爷讲，爷爷跟您讲，我小时候，您也给我讲。太爷爷说，战争的胜利是靠乡亲们一针一线给织出来的，没有他们，就编织不出新中国。有了布衣，才有家国。这里的每块布，都代表了一个战士。战死他乡，他们的遗体回不了家。我想把他们的衣服带回家，我们把155块布都送回了家，就差这一块，我实在找不到线索。我呢，我查阅了所有的资料，买了很多样品布，这个布的特点和织法在衡水冀州，我要去冀州。行。去什么冀州？去冀州！你趁早给我断了这念头了！哎，给我布，给我，给我！李明，我去冀州了。哎。